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一场包王对亚王的比赛哈。这一场比赛同样也是第一包子啊，对曾经的第一红丸的一个对决。这场比赛呢，也是一个三分赛哈。包王在领先的很多个赛点哈，最终是被这个亚王翻盘了，有点意外。可见亚王呢是一位让人就是忽略的一个高手玩家。哎，这次直接过来套下盘，非常的准哈，一波六连。好，下期啊再规划有晕点。哎，这个 AB 之后，亚王可惜没有抓住这一次机会啊。这要是合池的话，那可能后果就不一样了哈。可能会直接把打晕啊，然后还会直接带走。接下来就来看看亚王的红丸的这个表现了哈。哇，帅气哈，这一波这个三段处哈，躲波躲得非常的准。这次被中了五连，亚王还被压在角落，不好搞了。好，也是很准了，很精准的一个预判，直接空投。另外呢，想跟大家说一下哈，亚王的话他绝对在湖北哈，说的是湖北的第一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。九七的话，有人可能会觉得可能是黄奕啊，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小科普一下。好，跳击之后下逼两点，再一个雷光拳哈，压得非常的好。这个 AB 这一次就跑不掉了哈。来看看包王的这个包子啊，这波能否顶住曾经第一红丸的这个攻势啊？哇，好快的确认哈，牛了，确实是有点东西啊。包王这次也是很果断哈，直接捡到脚，压一波，哇，竟然还能跳过来打一波五连，太快了。AB 刚好哈、躲过一颗剪刀脚，然后直接反杀啊！好的，视频好看记得点赞、关注修修，不要走丢。